仲学紧啊！呢个我觉得唔容易。而家其实睇事情要咁样睇啦。无论其实小朋友只系一个 channel， 你去点样处我哋叫点样处世啦，或者点样？因为有小朋友头先我哋都一路讲到啦，又有小朋友咧就同人好有关系。即是你避免不到一些你以前可能只是两口子，即是我和我先生的事，你很多事都可以避开不谈，是不是我们叫做。但是呢现在不行了，因为有小朋友其实很多事就是会涉及两代人啊，甚至涉及一个社会的制度啊，你怎样去面对其他社会上不同的人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这都是可能是自己啦，然后呢你有个交叉点之后你就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而其实这个世界是流转的，即是我们其实它不会在这里，其实它这里转完之后都是回回去自己的。而这个自处，这个如果这一次这个小朋友呢，其实我要学很多放低，其实第一个小朋友都学了很多放低。那个放低是其实自己有很多想法和坚持，但其实当你遇上不同的人啦，同埋都不是人，可能是个制度啦。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跟这个社会或者不同的人去平衡。其实我有时候说我最近一次刚刚去威尔斯复诊，因为我其实我之前病了一次啦。去复诊或者去了威尔斯医院住了一晚的，其实我但我就不是那些新冠病的，我真的应该有些病菌入侵，所以这时候我就去了医院住了一晚。我那一晚呢很深刻，我哭了很多次。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。如果你是要走入这个制度，那个制度你明知道不是你心里面想走的制度的时候，你就要安然去不是接受的，起码你明白我知道那些人都不是要跟我对抗些什么，只是他跟我不同一个理念而已。你就必须用最平常的心去让自己又好，让对方都好呢，去大家过得舒适啊。即是好像因为其实入到去呢，他是一个即是当去医院啦，其实入面呢很多时候因为西医嘛，其实我是不信西医的了已经。咁但当你要需要这个制度来帮你的时候，你入得去，其实他只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协助你。你又没办法嗌人哋不可以嗌人哋你没这样帮我，你明白我讲咩？即是我觉得入到去有一种呢很抗衡的心。那个好似佢嗌我要食退烧药，我嘅諗法係我唔食退烧药㗎嘛。我觉得发烧係一件好嘅事，即係我哋係好需要发烧呢件事。但可能对佢哋嘅发烧就係一啲好危险嘅嘢，你一定要食退烧药㗎。咁於是我就好唔开心啦。然后他就需要我打抗生素的。其实我看得到可能十个人他有七个人都需要打的了，因为他觉得有病菌就需要打抗生素。我是喊了出来的，我说我不想啊，他说不行啊，你一定要打。之后我就即我就叫好像被逼，好像被人好似去咗一个地方，好似人哋要帮我諗住要人哋救我啦。但其实我去到呢反而係要对抗人哋去帮我嗰件事。即係我觉得好矛盾呢件事入到去。
於是我就喺度諗啦，我出翻嚟，其實我出嚟都唔俾出嚟噶，我係簽紙出嚟，我所有嘢都簽紙，簽紙唔打抗生素，簽紙行翻要行翻出嚟，一入咗去唔係話你出嚟就出嚟，你出嚟又要話你自己負翻責任，佢先會俾你出嚟噶嘛。於是我就喺度反思點解我要入去咯？如果我唔相信呢樣嘢，或者我唔認同呢樣嘢，其實入去。大家都是苦難，即是那個人要用這個方法幫你，但你又不要這個人，你又不要別人這個方法幫你。所以、我在想著、那個放低是，如果你是、認同不到他的方法，因為你從來都不入這個制度咯。所以正如我現在、第一、即現在我那個小朋友六歲的、女兒那樣，其实我们都要行一套、不是制度下的教育制度这样咯，或者他吃的东西可能是、吃素食的，人家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就不吃肉啊这样、但是、我们在那个自己选的方式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是最舒坦，虽然很辛苦、啊、因为、要不是跟制度行呢，你好多嘅 benefits， 例如係好多咩資助啊，其實我哋係冇噶。咁但係我哋堅持落去係因為我哋覺得做嘅嘢係我哋做得最舒坦、最好、最適合我哋咯。唔好話對定錯咯，但係至少而家我覺得係最舒服，係我希望過嘅生活咁樣咯。咁所以其實係我嘅心態就係、是。要堅持自己，或者不是堅持的、過自己覺得舒適的生活，或者、合適的生活，但也不要戴著有色眼鏡去望其他人，可能還未去到那個，我就叫做未去到那個境界咯。因為呢，其實有時呢，你去跟其他人相處呢，你必须要带着这种很平常的心 去面对他们，你可以感化他们，你可以去有机会去跟他们讲你的想法，但是就不是强迫人家一定要相信你咯。那无论你自己或者无论是、其他人都会觉得舒服咯。无论是我的女儿那时都会想、她将来要选择回、我想吃肉啦，我不是想吃斋，其实呢样嘢，我哋都会系觉得呢样嘢系其中一个佢将来会咁样同我哋讲嘅一样嘢。只系呢一刻，我哋拣我认为舒适或者合适嘅方法俾佢咁样咯。要带住呢个心态咯，系啦。咁就算可能系老爷奶奶嗰个方式唔系我自己好想嘅，例如佢会买好多嘢俾我个孙，即系佢个孙啊，一个柜都是他的衣服，一个人有一辣柜都是他的衣服，即是很不认同的。但是我怎样可以在相处、得不好那么 worst 的情况下，大家都舒服的情况下，去令自己和对方都舒服呢？这个是我一直觉得、反思和、我觉得是接下来新的生命的时候都需要用这个心态去行咯。那我先会先会过得舒服咯，同埋觉得唔会难为自己，都唔会难为人咁样咯。有噶，其实我同先生虽然呢，我哋处事嘅方法啦，或者嗰、那个方式啦，点样讲嘢嘅方法啦，会好唔同嘅。其实即係佢係直肠直肚啊，好快就要要表达佢嗰啲諗法嘅，即刻嘅佢啲。我就比较慢啲嘅，或者我唔係用咁激烈嘅方法嘅。但我哋嘅諗法又好一致嘅，例如佢自己都睇得到佢嘅父母
凑我嘅小朋友嘅时候出现紧啲咩嘢，同我一样感觉唔舒服嘅嘢嘅。我哋会一起去讨论，点样可以，喺同老人家沟通，同埋喺话到俾佢听，我哋唔想咁样，点样 balance， 我哋都系一致，只不过唔容易做咯。究竟讲定唔讲啊？讲咗佢能唔能够明白或者理解？佢会唔会觉得唔舒畅啦？但佢又唔会直接同你讲啊？或者听完其实佢又冇反应啊？呢啲我哋都会好清楚嘛？可能咁多年咧，头先我都讲，我都好清楚佢屋企人系咩性格啊？点样谂法啊？咁而家我就同先生唔会话。你咁样做我唔认同你嘅，我哋系即系so far好一致嘅，只不过系做法可能唔同啲，即系佢同佢父母讲，可能父母就听唔入耳，或者我讲咧，可能其实佢觉得一个女人要我咁样跟你咧，其实我又唔想啦咁样，即系但佢又未必会出声话你咁样咯，佢心入边可能就唔舒服咁样。呢啲位我哋系即系谂法一样嘅，因为其实我好了解好屋企人嘅，因为咁多年相处，其实已经好知道大家点样谂咁样咯。所以其实只系个方式要 tune 下啫，但系其实谂法咧好快已经大家知噶啦。同埋其实佢好得意嘅，即系有一啲理念咧。佢好快就好快就 get 到嘅，佢知虽然唔知内容系乜啦，但系佢好信任我，应该咁讲。好似唔打针啦，头先讲，我毅然话要去呢套教育度，好奇怪嘅，又唔读书啦，又唔写字嘅，去到而家都唔读书唔写字嘅。其实有一啲父母咧，佢哋有一啲。老公老婆呢其实好多时呢就是这里有拗叫的啦。哇你没可能不是这样的，可能老公不掰或者老婆不掰。但是很神奇，其实我先生是从来没有说不认同的。是啦。只不过可能怎样去实行这件事，可能就怎样做呢，可能大家有不同想法。但是其实呢好多呢啲我咁疯狂嘅諗法啊，我都唔去出面嘅學校读书啦，我唔打针啦，我要食素啦。其实佢所有嘢都冇反对过我嘅。係啦。所以我睇得出啊，其实佢係特别嘅。即係佢好快就唔需要好多解释，唔需要好多道理，或者唔需要好多理性嘅讨论呢，佢好快好似已经好认同，佢比我更加认同嘅，有时比我更加好想知道是什么来的那套东西，或者是什么东西他自己都很 buy 的，就是不需要我说很多东西他都会咯。这些位置我觉得是我们之间那个 connection 来的，不需要说很多理论啊，不需要说服他很多，他好像本身就可以connect 到嗰个范畴啊，即系喺家庭入边，你好难想象，哇，佢可能佢家姐啊，佢屋企人会明啊，但系反而佢系唔需要我多讲，佢都明咯。佢好似其实我有时可能系比较灵性啲去谂咧，佢系嚟到认识我咧，系为咗佢要进入呢一个世界咯，进入去理解。这个范畴的东西这样。我认识他可能是我需要去锻炼我跟他的即相处入面的挑战咯。因为他是一个很容易即相处的人来的。他对每一个人道德上的要求很高的。如果那个人呢他自己未必做到，但他对别人这样东西要求很高，其实他是锻炼我。EQ 又好啊，锻炼我点样去同人相处呢件事又好咁样咯，所以我觉得好得意啊，同佢个经历，有时会觉得。